佛光山在菲律宾弘法20多年来，一直秉持着大师尊重包容、同体共生的理念，以佛教与译文合一，将佛法播种于天主教的国度。从素物慈恩寺开始播下的第一颗因缘种子，已然遍撒向十方去。宿雾，这个由100余个岛屿组成的海洋之都，是菲律宾的第二大城，位于中部的萨亚斯群岛中心，素有南方皇后式的美誉。当细微的晨光从天空乍现时，总会伴随着渺如薄纱的云雾。造访这个人文荟萃的美丽城市，持续让人惊艳与感动着。慈恩闻法20载，等待大师一面缘。与台湾距离2小时30分钟航程的菲律宾宿雾，高龄95岁的吕林珠珠女士，顶着一头银白发丝，拄着拐杖，难掩紧张和兴奋的心情，日夜殷殷期盼多年，深刻表达对大师的思念。此法缘要回溯到1988年。当年信奉天主教的吕氏夫妻，为了谨遵慈母的遗命，发心建寺，感念慈恩光辉，命名为慈恩寺。当慈恩寺建寺完成后，吕氏夫妇苦于无人住持弘法，透过友人谢淑英女士引荐下，与友人蔡秀霞几度造访佛光山，礼请佛光山法师前来住席弘法，利乐众生。起初当然他们家族有点不同意，不过没有多大关系了，因为李太太也好像是一家之主，她要做什么都可以的。另外一个大问题就是这个基金会的问题，世界这个慈善基金会啊，不能你的东西在基金会里面不能随便送给人家啊，所以他经过好多的努力哦，才把这个慈恩寺从基金会拿出来。我去过好几次的佛光山，我也跟大师款祷过，所以我知道大师的他的制度很好。李太太也是很确认嘛，确认大师的宗旨，他很崇拜，说他的制度很好，他心里很高兴，把这个慈恩寺献捐给佛光山，他说他很安心。星云大师深受吕氏家族的孝心所感，指派慈荣法师担任住持，永光法师前来接管慈恩寺。1989年9月，新平和尚主持寺院落成暨佛像开光典礼。大师更为慈恩寺殿柱对联亲笔题字，纪念僧信之间的善缘。这几年来，吕氏基金会一直努力要将慈恩寺捐给佛光山，经过重重的困难与协调，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，于2007年11月12日正式签约，交由佛光山管理。我跟大师说，我已经真老了吧，我已经真老了哈，无通骨片好了，无真是你去看到这样，我九十五岁了，
你在心爱去看到的样，我那是未行咯，我那会行过去台湾去看一个哈。大师相信因缘能成就一切。20年来，吕林珠珠师姐的发心护持佛光山。2009年的12月，大师一诺千金亲临宿务慈恩寺。